赖俊雄是花莲市复兴国民小学的教师，自从他在师范学校毕业之后，就一直在这个学校里工作。因为他是青年救国团的团员，所以每一年暑假和寒假，他都自动地参加服务工作。在东西横贯公路践行队的服务接待站，他义务而热心地替几千位徒步到花莲的青年们照料饮食和住宿，并且安排他们回家的交通工具，受到很多的人的赞扬，因此他被称选为今年优秀的青年。